继续要来讲蒜头的采收季到了，云林北港分局正式来启动着好蒜头的专案。这个云林县是全台湾上界大的蒜头的生产地，因为收买的价格真高，常常拢将做歹毒的目标。北港分局来启动着好蒜头的专案，针对着蒜头产甲仓库加强来巡逻，嘛到各村里来进行宣导，对犯罪率高的治安人口嘛加强监控，要来守护蒜头农的心血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